在玩什么呢？不知道哎。今天我又给你们在校门口买了好玩的玩具，幸运一堆在农贸市场的鸡蛋，砸金蛋赢现金，真的有现金吗？可能有吧。那有多少啊？不知道啊。这每个蛋全都有吗？不知道啊。那憨到底知道什么呀？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差不多吧。那不是，我想知道，如果真有现金的话，你会给我们吗？对，给你们呢。这个现金呢，就是你们中午的午饭钱。那感觉应该会很多。对。那你们快分蛋吧。对，我们快打开看看吧。分蛋。好像农贸市场的煮鸡蛋。哦。我要这个。这个。我们有这么多的蛋，可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两把锤子？是呢，对呀，因为我们只找到了两把锤子。那谁不用锤子呢？那当然是大力女神过过啦。来，听着你一个，谢谢。这个毫无悬念吗？你力气大，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你比摩根大哥的力气都大，力气超大。不过你要小心手啊，小心你的手指头。对。哦，我的天哪，我们还没有砸呢。快！什么？中一元，哎，没事，才一元，耶呀！那我第一个就中了，一个酸奶已经出来了，哈哈，天哪！谢谢，大力你，继续努力，好的，好运即来是没有的意思吗？好运即来，好运即来应该就是空，扔掉。我要用手，说这个我怎么熬进去了？好运即来。好运即来。给你个锤子，你也砸一砸。砸金蛋吧。没事，我这个是绿色的纸条。绿色的是好运还没来，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吧。哇！砸金蛋，你们怎么都用手了？好运即来。你要不要给观众看一下啊？给观众看一下，来给小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是再接再厉啊！我这个不是再接再厉了，是什么？是再接再厉，是好运即来是吗？不是，也不是好运即来。画的一句话的没有，它贴上了，差一点点，也可能是再来一次。你们，哎呀，韩导，你是想让我饿死我们吗？对，你要再接再厉。可是我的一块钱很好了，又是好运即来，粉色好运即来。我发现如果是彩色，又是好运即来。如果是彩色光面纸的话，应该就有钱，要不然它应该是没有钱的。对，所以我刚才看到姑姑姐姐那个纸是黄色，又是粉色，黄色的就是我的幸运色，粉色直接扔掉就可以了。我们可不可以一次就弄一个五块的？好运气来，
会不会一下有一个二十？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别看。哎，一元也不错了，收到了一个紫色的纸条。继续努力。就是你知道吗？只有出现这个黄色的才可以，其他颜色通通都是没有用的。娟娟好像已经积满了好多种颜色的好运集了，继续努力，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衣服是正确的。多少？1元，两块，你有两块了，我有两块了，真哇！再接，哇、哦！姑姑，哇！怎么都跑到你那里去了？我今天是走了狗屎运吗？一元，那你现在一共是5块了，但是我已经可以喝酸奶了耶。嗯，继续努力吧，真真继续努力。哇，努力不了了，就剩了5个。我现在也剩5个，哇！魔力姐姐剩好多呀。啊，你们怎么都这么快？要不要等等我呀？对，我先等一会儿。哇，太可怜了。啊，可能是因为我锤的，我就不应该锤太慢了。嗯，可能是因为真真。哎呦，我看到了。一元，我现在是3元几？3块，我现在5块，6块，哎，是6块吗？1块。2块，3块，5块，5块，哇！真真，你已经综艺出来了，中了吗？中了！我自己1块，快！太好了，终于快了！我饿肚子了，我可以吃块，可以吃2包5毛钱干脆面了。对，啊，终于可以！这个是粉丝的，我就不给你们看了啊，是继续努力。能不能来一个大的？还是粉丝的啊，继续努力。嗯，有没有什么5块、10块、20块的呀？应该是不是不太可能了？啊，来钱了！来钱了！哇，你也是两张！这个是一块。嗯，我现在一共4块。嗯，这个呢？啊，2块！两块，我现在是6块。哦，比我还多1块呢。哦，我送了最后一颗蛋，我敢100%肯定，这个蛋是没有的，没有的。等一下啦，等一下什么？等一下，等一下。1块，今天肯定是忙的一天，把游戏都用光了。你这忙的一天，没少折磨我们。我拿1元干嘛？幸运粉色我就不给你们看了啊。嗯，我现在好期待魔力。哦，我的天哪，来了，两个，哇，这一脸的羡慕。哇，这个是1块，嗯，另外一张是2块。对，我现在几块了？6块，7块，数学能力的真真33，9。我这3个不想打开了都。我是11块钱了，是不是？嗯。还有一个人先来吗？嗯，你先。哦！我的天哪！一个，一块，多少？12块了，12块钱了，是不是？魔力姐姐后劲很足嘛。这个是粉色，就不给你们看了。哇，姑姑姐姐你也快打开呀。不行，我想看看完魔力姐姐。等我剩3个的时候，我们两个一人一次怎么样？嗯，你们真好，还可以一人一次。粉色。我还再来一个。哇，2个。我记得我这些蛋两个，这是1块，多少钱？13，一块，14块钱，14了吗？对，14。来吧，不过你们两个，一人一个开。你先来。哎，粉色。哎呀，这个我激动的。绿色。1块钱，
钱，15块钱，你比我多了整整10块，可以吃一盘炒饭了。而我吃两碗干脆面。你呢？你再乖乖姐姐，我不想开了。加油！哎，我好看到是钱呢。谁呢？别灰心，别灰心，乖乖姐姐，你已经有5块了，你有5块了。我以为我是最富裕的，知足吧。最后一颗蛋，我要用砸的。砸的一般都没有。好运极一般。谁说没有的？谁说没有的？多少钱？一块，16块了！哇，你比真真班长整整多了15块啊！肚子疼，真真班长快被气成大猩猩了！啊，为什么？他直接扔掉了，是一个粉色的，再接再厉，我就不用给。没有关系，还有这么多。我一共16块钱，你是多少钱？我是5块钱。你呢？1块钱。薇姐能借我2块钱，我想吃碗拉面。我都没借钱，谁能不趁这几块钱的事？5块钱呢？5块钱不够吃碗泡面吗？可以吃了。拉面，兰州拉面7块钱，小碗的，不加葱，不加牛肉。你还想着兰州拉面？你还想着借我兰州拉面？我先去给你们准备红包啦。好。发钱了，是我的吗？玛丽姐姐的。哦，咚咚咚，波波的。我要看看我的钱。这个没有声音，你们都有声音。哇，我的好多呀！帅气。哎，会不会给我多一点呢？啊，我的是纸币哟，这么多钢镚是。会不会给我多一点？啊是挺多的啊，是挺多哈，5毛钱的，1毛钱的，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没了吗？哎呀，哎，好像少给1毛钱呢，少给我1毛，干嘛？还有啊，哎呀，不过呢，现在我们钱都已经，我们都已经拿到手了，要不然我们就出发买好吃的，借我2块。我们出发买好吃的啦！哎呀，就这5块钱，吃点啥呀？你说吧，你想吃点什么呀？你这5块钱，烤冷面吧。烤冷面5块钱能买吗？哎呀，看看呗，问问吧。咦，这烤冷面怎么卖的呀？人家6块钱一份。6块钱。可惜我钱不够，省点啥能5块钱卖我一份啊？你给他少点什么？给他给他少个面也行。谢姨呀，给我来个正常的。乖乖，你就是来个烤冷面，不加烤冷面。给我来个烤冷面，不加面。对，不加面。姨，我钱先给你放这儿啊。给我来个正常的，6块的。6块的，我比你多。哦。真真，真真现在应该还在考虑吃什么呢？对，就这1块钱，干嘛好呀？哎呀，这冷啊。你猜他能吃点啥？我觉得2个棒棒糖吧，能吃饱吗？但真真还挺喜欢吃棒棒糖。对，我还爱吃甜的。我的也好啦，谢谢。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去吃兰州拉面。那我跟你一起呗，不管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重庆小面馆，想点小面。不过他怎么来这儿了呢？对呀、啊，真真你怎么跟着来这儿了呢？我就看看，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啊，他你还没吃呢。
好吧，他什么想法？我来看看我重庆小面馆啊，你看多好吃，13、15、20，对，不行，我好像只剩10块钱了，是吧？你不够，20，往前看看。川北凉粉倒是是10块，不过好像不是面哈，还有刀削面是10块，哇，刀削面不错。小面12、15、13，哎，招牌小面10块钱。嗯，还是辣的，嗯，这看起来是不是就不错？嗯，好，我先点一个招牌小面10块钱，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招牌小面10块钱，我可以去交钱啦，去吧。多吃也没事，挺好吃的。我吃过这个，是很好，是不是上次你们两个吃的那个？嗯，挺好吃。面来了。我去，这么自觉主动给我去拿面了，我感觉今天我有点王黛玉的一天，今天是真真王落魄的一天。哇，哎，我给你拿筷子。哇，茉莉姐姐，我又有面，又有这个拉面，烤冷面，又有烤冷面，烤冷面还里面还有香肠，肯定这个里面还有生菜青菜。哇，开吃了，开吃了，吃吧吃吧，你不想尝尝？我吃烤冷面挺好的。我想，你先吃看看。我先吃看看。嗯，我来跟你们说说这个味道。10块钱吃了一个量这么多的拉面，小面。怎么样，茉莉姐姐？麻辣的味道，好吃好吃好吃。嗯。真真说说你的想法。我最喜欢麻辣的了。陈醋，陈醋，对，陈醋，啊，加辣椒再放个陈醋，是陈醋吗？太完美了，没洗，应该是吧，反正就放这一个瓶子，你没有的选择。茉莉姐姐啊，要不这样，我给你一块，你给我一口。你这一块钱弄半天是这个意思呗？就是你想在我这里买掉碗底。其实我也是，其实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麻辣的面，所以我拿这个一块钱买一口面是吗？嗯。没给你卖它吗？买我来吧，有空碗吗？来给我来一个，这儿啊。哎，我这啥都有，一口面自己。那你先把筷子拿好。行吧，看你一块钱，给你个菜叶啊！我不要青菜，没有，我的意思给你另外加一个青菜，然后还有面，太好了。虽然我不爱吃青菜，还有这个豆豆花生，花生吗？行，我给你一块钱，是不是？是。这一碗是10块钱，嗯，一块钱这么多，是不是多了？不，少了，少了吗？好像是有点少了哈。多少钱应该是值1块钱的？这些，这些再给你个菜，大方点嘛。你这不是还有烤冷面吗？你可以再给他快点汤啊。对，对，没错，不就一共勺。我这没有勺，好吧，那我来帮你倒一点汤。嗯，因为有汤才那个有麻辣那个味。好了，你可以吃了。哎呀，我汤呢？1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多的面。我汤呢？你们看我汤呢？哇！哎呀，行啊，先吃着吧。告诉我这便宜味好吃吗？好吃到说不出话。郭要不要你也尝尝？我不要，我特别喜欢这个烤冷面。好吃吗？我要慢慢品尝这一碗面。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游戏有意思吗？有意思，我很喜欢。我也喜欢。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来，哇，赏给你一口。嗯，再来一茬。嗯，行了，你可以好人，你可以吃你的1块钱的面。好人，嗯，哦，锅已经快吃了了。茉莉姐，我突然有个想法。上一次你跟真真班长吃这个烤冷面，然后我去跟韩等他们吃大餐，披萨，对，嗯，然后我有点后悔了，是吗？你觉得特别好吃是吗？你觉得这个烤冷面是比披萨好吃吗？我觉得可好吃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面比这个烤冷面还好吃。嗯嗯，是吗？嗯，特别好吃，是吧？嗯。
特别好吃。哎呀，真是！你干嘛呀？你拿什么交换呢？我拿一块钱交换的这碗面。你别忘了，你的筷子和碗是我拿的。哎，你怎么吃这么理所应当呢？哎呀，好吃吧？好吃。嗯。我还是喜欢我的烤冷面，不能太吃醋。嗯，是吧？王姐，我们要不要先结束一下？你自己来吧。嗯，你自己来。嗯，让我自己来。好，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还有大家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说的这么匆忙。